好，来看今天的战情研究室。来电话线上为您请到是运达投顾的资深分析师钟黎荣，黎荣你好。大家好，我是钟黎荣。刚刚我们特别看到中概族群当中，不管是振兴还是建大，其目前股价都是相对大盘来说走得比较强劲。只不过最近中国大陆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让投资人可是有一点点的担心咯。首先呢，在这边要告诉大家有一个新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克强指数咯。由于中国大陆官方所公布的一个经济数据，常常都被国际的机构以及经济学家来质疑，所以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部分就提出了一个克强指数，用这个来衡量中国的经济状况，同时用三个指标，哪三个指标呢？从画面当中您就可以看到了，是包含了工业的用电量以及铁路的货运量，甚至还包含了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银行的信贷额，由这三个指标来看克强指数。而且呢，其实人家这大陆的媒体就说了，克强指数从趋势来看竟然是比 GDP 的数据还要来得真实。那为什么在今天特别提到克强指数呢？就是我们发现这克强指数在前个两个月的时候已经慢慢的回落了。再来，其实我们关心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不只是克强指数出现了回落哦，甚至前两个月的新开工数也是大幅度的减少，而零售销售额也是减少了3%。大家都在想了，就是接下来下一波 GDP 会不会也持续的下滑呢？好，所以大家都在想了，就是中概族群后续到底怎么看？虽然在今天盘中整个振兴以及建大表现非常的强势，但这个时机点到底要怎么来挑选中概族群呢？黎荣。好，不过没关系呢，其实我们来关心到在整个克强指数的部分，目前现在已经持续的下滑，大家都在想了，是不是 GDP 也是很难够有能够支撑的一个力道呢？尤其是在中国大陆部分呢，现在在习李上任之后，他们现在禁奢力也是非常的在打压，大家现在以后是不是都不敢来铺张的买东西了呢？所以后续上整个中概族群到底要怎么来进行观察？然后电话线上为您请到是运达投顾资深分析师钟黎荣。黎荣你好。大家好，我是钟黎荣。黎荣帮我们来看一下中概族群到底怎么挑啊。好，原则上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克强指数是一个蛮新兴的一个这样子衡量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数据的一个方式。那么其实也反映到整个李克强这个大陆的一个新的一个接班的一个领导人他的一个务实的一个个性。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他一上任之后强调这个勤俭，然后呢包括在后续上的一个经济数据上面来讲的话，希望能够比较更真实一些。可是呢，似乎有些时候股价在往上涨或者往下跌的过程当中，跟经济数据似乎短期之间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脱钩，可是长期之间还是要看它的一个获利状况。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今天的一个振兴的一个股价呢，走势上面来讲比较强劲一些，可是呢原则上它的一个 EPS 它的成长性大概都已经是固定的，要出现在大幅度的成长其实机会是比较小的一些。可是为什么股价可以持续往上去做一个扬升？原因是因为它有一家公司在它后面追，就是在2106的一个建大。事实上在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走势上面来讲，我们看整个振兴的一个股价好像很凶哦，可是建大的一个股价它的涨幅在这段时间是事实上是更大。那么因为股价当中它会有一个轮力哦，这个股价之间的轮力。那么过去建大跟振兴的一个股价都呈现3:5的一个走势，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建大的一个这个股价呢除以3，然后再乘以5的话，约略就可以判断出其实他们现在的一个股价的一个部分其实还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去走。那么这是在整个同族群当中的一个比较的一个状况。那么至于如果说要怎么去选中概股，我倒是认为说中概族群它是一个长多的题材，而是要选择什么时间点去做一个切入比较合适的一些。比方说今天我们看到振兴很强，可是我们今天去相对买振兴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很容易住进一个短线上的一个套房，有些时候时间可能还不短哦，有可能1个月到3个月。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9914的一个美利达。那么美利达之前在走势很强的时候，在去年12月份，那么它也曾经在这个盘整的过程当中盘整超过2个月的时间。所以换句话说，中概族群怎么挑，我认为都可以买，只是说在稳健的一个公司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买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股价。那么所以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以这个美利达为例好了，它是沿着整个红色线的一个位置前进。那么相对而言，如果说我们比较处于这个比较短线上的投资人，如果打回来红色的移动平均线的一个位置点的话，我们再去做一个介入。那么中长期的一个投资人，希望就是能够等待什么，它回到黄色线，也是在记得移动平均线的位置再做一个介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选择中概股的一个部分会
会比较安全一些哦。